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提醒大家，接到来龙不明的电话或是消息，亲像 ATM 解读问题无法，加放多的物件，加投资，加爱情交朋友，加做亲戚朋友要借钱等等，拢是骗人的。若有任何问题，请卡紧联络反诈骗专线，或是1100破案专线查清楚。感谢。Hello， 大家好，我是谢维宏。这个礼拜其实很劳累，我鼻子这边不知道长痘痘还怎样，还是抓到，就是我戴口罩一直流血，然后我擤鼻涕也从这边都有血出来。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在流鼻血，这样忙碌的一个礼拜终于过去了。今天又到星期六，上影片的时间应该已经是星期天早上了。所以在这边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谢维宏。上个礼拜有跟大家稍微提到，就是有关于风水的问题。风水嘞，风水这两个字哦，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居住的科学。譬如说，我们很多古文明，或者是我们就拿中华民族的以前的夏商周朝这些朝代来讲。他们在选址上面都会有一些考究，譬如说他们要选择要跟河流接近的，这样取水比较方便。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空气要流通，我相信这也是现代很多人他们在选择自己住宅，也就是风水上所谓的阳宅的一个做法，就是你选的地方空气要流通。不要前面一栋大楼，后面一栋大楼，然后前面我这边旁边一栋大楼，后面一栋大楼，我白天看不到太阳，晚上看不到月亮，那风吹过来都吹不进来，全部都是热的。然后就算风吹进来，那个风强到我无法走路。那风水的概念呢？我们在讲风跟水，风就是所谓的气场流动嘛。那你如果说你想要感受到一个地方的气场好不好，其实你只要进去。去感觉它这整个环境有没有给你压迫感，这就足够了。所谓的风就是你生活所需要的，你生活的环境；水就是你生活所需要的资源；风就是所谓的气流啊，环境给你的整体的感觉。然后水呢，就是所谓的你所需要的资源嘛。譬如说，我们有水才能够灌溉农作物，有水才能够去生活，然后有水在的话，才会有。动物跑过来，然后你才有猎物，你才能够生存。所以人类的生存，或者说生命的生存，是离不开水的。那如果说像古人在选择墓葬的时候，他会找那个就是河流的源头下来那个所谓龙脉，然后龙脉下来这样子分散出来的一些支点，那要选择气流通风的。科学上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基于一个健康的问题。你如果把尸体留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它也很难去腐化，那很难腐化就会造成传染病。所以说我个人对风水学稍微也是略懂，可是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厉害到可以去帮人家看风水这个状况。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居住环境弄好，那个是很自然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去看整个历史里面它所有的古文明，譬如说什么玛雅文明，或者是什么古埃及文明，或者甚至是以前中华民族的那些夏商周，他们都认为人死之后，他们其实是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居住，就是他们埋的地方啦，就是那个坟墓，就是他们跟另外一个世界的就是联络的点。所以说为什么死掉的人他们还需要人家去祭祀，或者是说死掉的人他们需要去找一个好的环境，甚至有时候考究下来比我们自己活人在住的环境甚至更需要去做一个考究，这样就甚至更需要去吹毛求疵一点，就是这样。那有的人说风水好的话就会让后代升官发财之类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上面是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上次一边换鱼缸的水一边去讲说这个鱼缸那个地方就是我的财位，然后难怪一直漏水，我最近一直漏财。那我其实随身都会携带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罗盘。这个罗盘呢，我相信
这个其实很简单，在那个一些什么文，就是宗教用品店都可以买得到一个小小的罗盘这样。那这个罗盘虽然说我是会看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各位观众解释。那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做礼仪师啊，或者什么葬仪社的，他们通常都会带一个这个小小的罗盘在身上，就是他对他们而言就是保平安的，他们也没有在看，就是带在身上这样。那也不是买来就算了，就是要拿去过炉，就是去大庙过炉，这是他们的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惯例吧。就像是我做乐手，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会吃包子，因为吃包子就那个谐音就好像粗包粗包这样。然后就像护理师啊医生他们不会吃凤梨。那今天我也只是稍微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所谓的风水，就是养鱼的风水这样。其实我相信就算外国人啊，他们不信风水，但是他们对环境也，他们自己居住生活的环境也很讲究。我曾经有学生问过我，我是吉他老师，我不是风水老师，这里我要先声明。就是，可是我有学生他曾经问过我，有人说养鱼能够招财，那要养几只呢？或者是说养鱼要养什么鱼才能够招财？或者是说养鱼要怎么样，鱼缸要怎么摆啊？那个风水，其实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呢，你要从你家的住宅进去正门口进去，然后门的对角线。对角线那个角落，可是现在的很多住宅其实门的对角线其实就直接对到厨房。那我个人会觉得，我一个小小建议就是摆一个就是屏障，就是门脸可以做一个区隔，然后那个地方把它框出一个客厅跟厨房分隔出来的角落。那个鱼缸的地方呢，在你们的对角线这样，不管你的门在这边或这边，它就是在它的对角线。那鱼缸要怎么摆？其实我个人觉得随意。那鱼缸要选什么形状？我个人也觉得随意。其实鱼缸就是你看得开心就好。那鱼缸里面要养几条鱼呢？这个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如果你上网去 Google 的话，你会发现从一到九它都有非常吉利的数字。很多人会说要按照什么洛书啊、什么易经这个东西来，就是然后对照自己的命盘。我相信不管是任何人，就算你真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你也很难去排出自己的命盘。就算用电脑去排，虽然说现在有一些软体它可以去排出你的命盘，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你就算排出来，你也很难去看出啊，天哪，我的命盘里面天生缺什么。但是我可以说啊，有人说鱼缸里面养一条鱼就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易经里面，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所以一二三，一二三条都是非常好的数字。但是在易经里面，他们会认为双数是所谓的阴数，然后单数也就是奇数是所谓的阳数。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更旺的话，你要养所谓的奇数。可是我个人觉得还好啦，我没有特别的去。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去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之类的。那有些人他会说，那四呢？四这个数字好像非常不吉利耶，它好像跟死是谐音耶。其实在很多的大楼里面，它都没有所谓的四楼，然后就直接五楼、六楼上去。可是其实四这个数字啊，它在一些宗教里面，我譬如说佛教里面，它就是代表一个很不错的数字，譬如说四方啊，就是广纳四方财啊之类的这些，所以你养四条鱼也是 OK 的哦。那养五条鱼呢？五条鱼这个就是人家所谓的求五福啦，我们人就是要求五福，所以养五条鱼也是很吉利的。那养六条鱼呢？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六六大顺。那养七条鱼呢？七条就是 lucky seven 嘛，这个也不用我多说。八条就是发嘛，那。特别要讲的就是九条鱼，我的鱼缸里面就是养九条金鱼。养九条鱼呢，我个人是觉得，九，我先说九这个数字好了。九这个数字自古以来，它就是所谓的帝王数，也就是帝王在使用的数字。譬如说九五至尊啊，九这个九在自古以来，它都是一个帝王在使用的数字。那有兴趣自己去 Google，
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你有真的 Google 不到，你再来问我。如果以正常的科学逻辑来讲，一般的家庭，一般家庭像我这样子，然后就是住透天的，透天一栋透天的，或者是不管你住公寓大楼，正常人他养鱼大概是一尺半的缸到两尺的鱼缸，两尺就是60公分那么长。那60公分的鱼缸呢？你里面养个9条金鱼已经算是紧绷了啦。就是你如果再养太多，你虽然觉得他们金鱼不会很挤吼，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个不是你看到那样，他们是就是那个鱼缸里面的，就是金鱼所产生的那些什么粪便啊、氨啊、氮啊那些都会影响到。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两尺缸养9条金鱼已经是极限了。那有的人他当然养鱼功夫很强，他可以一个两尺缸养到20条金鱼，那个我觉得他很厉害。那有些网络上的数据会说，如果你10以上，就是去掉前面的数字，然后用后面的个位数字来代替，就是譬如说你21条，就等于是你养了一条，就是1的数字。可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如果是以养鱼的风水来讲嘛，你还是不要常常把鱼养到死掉，这才是真正的好风水。如果你的鱼缸一直在死鱼的话，就代表你的养水的环境有问题。那环境有问题，就我刚刚讲的，它就是风水的一个概念，就是你风水不好，所以你养鱼就一直死嘛。譬如说这个地方不透气，太热太冷，或者是说你在养水，你一直很没耐心，然后都不让它消化菌成长，都用那种自来水，你也被我晒水，然后自来水里面一堆氯，那鱼就很容易死掉，那是不是很晦气呢？所以说我觉得养鱼吼，你不要去在意说几条鱼啊，然后对我自己很吉利啊，或者说这个位置哪里好啊，什么财运啊什么之类的。你应该要注意的是，你不要一直把鱼养死这件事情。那有的人会问我说，那鱼的颜色上面要怎么挑呢？我个人觉得是，如果说像金鱼啊、小红帽那种有头流的那种当然意欲很好嘛，鸿运当头啊，什么一路长虹啊之类的。那其实有些人他养鱼，他喜欢养那种黑色的金鱼。黑色金鱼其实如果说以养鱼的风水来讲的话，养黑色的鱼，它有点是在为主人挡煞、啊、趋吉避凶之类的。所以其实养什么颜色的鱼都好，就是你自己看的要顺眼，看的喜欢。你也不要觉得说，我的这个八字属性五行算下来，我这个人好像属什么，然后我譬如说我属火好了，然后我养这个黑色的，黑色属水，它是不是要灭我的那个？不是啊，人家生命没有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风水要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个礼拜稍微讲讲这件事情，是想要弥补我上个礼拜就是我在弄那个换鱼缸的那一个影片，我稍微提到就是养鱼的风水嘛。那风水是一个大学问，我也没有说我这个人非常非常懂到我可以来教大家，我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也不要叫我去你家看风水，我不做这种事情，我不是法师，我只是一个吉他老师。那你问我，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没，因为我不是你，所以你对于生活里面的感受当然是你自己最清楚嘛，所以说我永远都只能够给你意见而已。就是我对任何人讲都是这样，不管是我的学生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啊，他们在问我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稍微跟他们给点建议，还是要告诉他们说，最重要的还是你心里，你自己身体的感受，你心里的感受。就是你回到家，最直白的讲，就是你回到家，你看到你的那个鱼缸，你心情爽不爽？就这样而已。像上个礼拜六，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我就拿了零食给布丁先生吃。这个那么大，以前他都是会一直剥，然后就咬嚼，然后嚼一嚼，再慢慢吞下去。可是他现在不是，我不知道他在急什么。我们家也没有人会跟他抢这个零食，结果他居然给我 get 掉，你知道吗？因为他现在也老狗了，
那个喉咙的肌肉也没有那么有力，所以他就咬一咬，他就很急的要吞下去。所以我人生啊，我人生之中唯一的一次使用哈姆利克法，然后唯一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布丁先生，我就要对我们布丁先生使用了哈姆利克法，在那边布丁哈姆利克哈姆利克，然后我把他的喉咙里面卡住的那个弄出来，我才终于安心一点。这个礼拜呢，我就去买了一支大剪刀，然后我就很巴结的，这个礼拜每天我在喂他吃零食的时候，我都是把零食剪得很小块很小块给他，他居然全部都给我吞进去，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所以说我们的布丁先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我就把他抱进来跟大家 say hi say hello。 布丁先生跟大家说晚安，布丁先生晚安，你为什么都要跪掉咧？所以我就这样弄住他的肚子，哈姆利克哈姆利克。好啦，我这礼拜一直打喷嚏，我今天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涕，所以今天我的学生在听我讲课，就一直听我哈啾哈啾哈啾。你有没有哈啾哈啾啊？好啦，那布丁先生，我没有不小心把你弄到 gay 的挂掉，你还是很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这个人是很爱护动物的，对不对，布丁先生？那我们跟大家说晚安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大家晚安，布丁先生跟大家说晚安，镜头在这边。镜头在这边，大家晚安，布丁先生，大家晚安，拜拜。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就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这个上个礼拜讲的事情，弥补一下我的遗憾。大家晚安，拜拜，拜拜。